个机会，玩鱼小组特地替大家随机抽查台湾演艺圈有谁的身高是用鞋垫作假。我来看是不是帅哥，脚也是香的，好香。哎，你没有哎。哇塞，所以他本身就哦，不是不是，他里头没有鞋，但外面也蛮高的。那你袜子脱下来，我看袜子里面。袜子里面太扯了吧？你看我就没有这个困扰，因为我本身就没穿袜子。袜子都没有。穿袜子。我检查。特搜小组搜查到这里，搜不到鞋垫的踪迹，真的好沮丧，所以决定大义灭亲，公开演艺圈亲友们的爆料啦。这好像是出卖别人哎，不会的，那完全我可以剪掉了。真的有垫鞋垫哦？好啦，准备了。你这个笨蛋，就是他会剪掉。好啦，我们老板 Andy 哥。大概168吧，但他垫差不多垫到173吧。我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有鞋垫，但是他用鞋垫我觉得无可厚非，因为他用完之后还是矮啊。唐崇盛。还有另外一个啦，也没用，我学弟纳豆，他应该要踩高跷，他不是用鞋垫。谢谢大家。